顶上刚刚飞过去的就是台湾蓝雀，可是没有很凶的叫，也没有很凶的攻击，但是它不见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走左边吧。哇，这里虫鸣鸟叫，你听到吗？猫啊，这里有左边有一条路，直上有一条路，左边下去也有路，不过应该是走这里。山上有大树，这里有一个岔路。我看到这个风吹过来，藤蔓、寄生植物就被压下去。不错哦，离深坑老街这么近，就有这么原始林，这么棒的生态哦。走进来没有多久，绿油油的，从上到下绿油油的登山路条，旁边还有岔路。我现在所走的就是大旗岭步道，鸟巢绝树待绝 ，Go！ 有山有下来了，大树都是这样子的，好美的山路，很滑就是了。下来大哥都说滑滑要小心哦，我有没有看到滑？没有，太滑了，小心小心，不滑就好了。下产业大路要右转进去，这个是围着的大铁门里面进去，这里有台北好风景，好看一下吧。这个方向是哪呢？哦 101 耶，所以这个跟那个猴山岳看的方向是一样的，木栅跟101，远处看不清楚，远处应该也有观音山吧，可是雾雾的，那边应该是那个阳明山十连峰大众走，今天看不清楚。再记录一下，刚刚是上面一个，是怎么说啊？就是有一个算是往前走，是反正这里就是岔路了，岔路要往下。哦，我现在下来一点点，啊，上面那里就是可以有一个观景台，但是视野已经被那个草有的遮住了，树长大了，看不见101。以前可能可以看得很漂亮这样，现在树很高，看不见很清楚。好，不管怎么样下来了，一开始觉得我今天忘记带登山杖，不知道会不会危险，不过觉得还好是石头，而且感觉也没有潮湿了，感恩。继续走，又是一样，超原始森林，木栅深坑，离台北非常近，但是路非常原始，非常自然。哇，红红树，红红叶，红红叶哦，这是什么呢？没见过的耶。
红红叶的树，睡，走，这大石头，我们要经过它，应该不是往上吧，应该是往下吧，啊，再研究一下路，好像上面也有路，下面也有路，感觉看布条应该是往下，再研究一下啊 ，Go， 大石头。再记录一下，我们到了下面了。结果这个石头，哇塞，石上有石，上面有个石头，其实下面也是石头，就是山坡嘛，一边是很距离很长，那一边没有那么长，这样，哈哈，口才太烂，不管，反正石头从下面看比上面大很多 ，OK。这里高扎楚遗址，看野吗？他忙，后面的是石头吗？好像是哎，这个房子旁边就是一个大石头。但不能转身，太胖。我那门开始的，没办法转身，发发的，这里发发的。好、哦，安尼看形状嘛，这里很发哎。别在路了，不要摔倒。先听到水声，今天第一次过溪，哗啦啦的。水从上面流下来，竹林，好，小心慢慢下，下来下面过溪，打好，那个鬼，不要去。这个鬼，好，赶快收起来，不然等一下手机掉下去就败了。还是一样，真是想不到，嘿，离台北这么近，就有这么原始的地方，这叫做阿柔洋产业道路，往哪里呀、啊？往哪里？反正是往炮仔轮。炮仔轮瀑布步道这边的，你看，满满的，那叫什么？鸟巢蕨，三叔啊，你看，规个拢是迄只长树啊，拢是你看，阳光下面都是，我的面前也都是，直的横的，那这应该就有兰花吧？就这么湿的溪谷旁边。这是我们不会找、不会看的。猜我们现在经过的是，就是那个所谓的 Jennifer Road 的最后一段。这旁边这个好像竹子，又好像不是竹子。这左边这块是一块湿湿的地，然后这竹子是这个，这些是竹子的小孩吗？就是长这样子，很特别的。植物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植物，就一排都是这个。长大好像也不是竹子哈，就不知道是什么植物，还是竹子的小孩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整排都是啊。啊，我以为这是虫咬嘛，不明白。Go， 请问这一棵是什么植物呢？是竹子吗？还有这样，还有虫咬，还有它断，你看，而且是一圈都断，还是它自然就会这样？不明白的植物，整排都是，是整排是好像沼泽地，那种斜坡，湿湿的地，是竹子吗？不晓得，这边都是竹子啊。好 ，Go。这应该是传说中的 Jennifer Road。
豁然开朗，走出那个森林了、啊。这里是一个小水沟，不是过一个小小溪，这里有石阶，有做功课就知道啦、啊。这里就是茶山古道，然后这里是一定要去的地方，友善的那个山上人家叫做林家草堂，走吧，来去看阿嬷。非到不可的地方，因为对山友非常非常友善。走，来跟大家聊天，没多久就会到了茅草屋顶哦，够扎楚哦，够。传说中的最友善的山上人家林家草堂到了，有那个他们的自给自足的那个水田、梯田，还有那个不太人种的大树，还有漂亮的山环绕，还有他们家到了大石头，接一上去就是有看到草茅草房嘛，茅草屋顶，还有大树，茅草屋，等一下去看哈 ，Go， 唔捌看过哦，我这世人唔捌看过。都起怂，都唔捌看过啊！茅草屋啊，土角厝，有的人怕歹人，讲歹人会来。嘿，深坑乡炮子轮三号，林家草房，是哦，100多年的哦。啊，你们的清朝噶只嘛吼？阿嬷讲这有做啥物草？唔草。台湾话，迄落国语边啊讲？国语我不要讲。马进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林大哥指点，就在我们安尼，咱总咱家拢总有，安尼有几间？你们几间啊？你一间啊？拢总一间啊，对啊。诶，大厝啊，这村卡。哦，大厝村卡哈，我未晓诶。耶、yeah, ，林家草房，台语那个屋顶，台语叫做草，国语叫做茅草。大哥说这里好多这个报穗兰，开花期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开了，开过了。啊，这边啊这是下去啊，就对啦。龙头又下去啊。好、哦，旁边的是已经谢了。哇水哇水耶。是。所以后摆过年就爱来了，对。过年迄种啊大开啊。开心，人生第一次见报穗兰。说下面还有，我要去下面看一下。就在那个房子旁边，就一大丛。梯田，林家草房。我做人真的很好，真的请我吃饭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喝水就好了。好、哦，种茶。茶园，还有工作室，还有厕所哦，应有尽有，很好客。好，我们再下去看一下，听说下面还有很多报穗兰，就是野生种挖回来这边种在家旁边。走下去看，石头旁边说还有好多。好，明年过年记得来看盛开的时候，已经很多都卸掉了。不过还有阳光下还有，不过说真的，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经过了，竟然没有看到，就在大石头哈，人家草房的旁边大石头下，他们从山上路来种。
那里有好应该是十几株吧，十几丛。我给你，我给你加过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要来。忙给忙给，安尼就好，谢谢。靠近拍一下。毛毛虫要吃这个吗？是这个花吗？毛毛虫吃花花，这个三只毛毛虫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下次你如果来那个茶山古道、泡仔轮古道、瀑布这边，林家草堂、茅草屋，你就过年的农历过年的时候，你就记得来这边看。两个大石头中间就有咯，这一丛都是报穗兰，紫褐色的兰花，穗哦，棕色的，这一丛都是哈。十几丛，下次要记得来看哦。再记录一下，很好客的林家草堂，一家人不仅请我们喝茶，还可以还说可以吃饭，我们不好意思吃啊。没有梯田，他们的环境很好，所以人也很好。你看，环山在山谷里，上面是种茶，然后茅草屋在这边。然后两个大石头，然后下面这边都是梯田，我们现在站在梯田里。OK， 这是风景美，人也美，很好客。讲阿伯吃饭就来这里吃呢，水，记得下次要来看农历过年要来看报穗兰哦。回家喽，中央岔路口，告诉你说这里是林家草厝。林家草厝侯三月，右边是指南宫，下面是深坑，走，往深坑茶山古道 ，Go， 记录一下，这应该是故意放这样子的，所以这边岔路是往王君寮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下来的路了，侯三月月岭跟林家草厝茶山古道，继续往下走，有听到叫声吗？应该是新鸭吧，新鸭有这么低啊，海拔这么低有新鸭吗？反正不管了，先介绍一下，这里出现那个铁栏杆，应该是接近泡子轮瀑布。继续走，那经过那个头顶上都是杉树的，那个这里没有倒了，应该是倒木吧，树倒斜斜的，杉树就在上面长斜斜的，整排的死。最佳园艺，这边还有。好，再回头看一下它，整排都是哈。这里很多岔路要有轨迹。不然你到这边来可能会迷路，因为通常到农家，因为有农地，所以就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通常会跑到，根据过去迷路的经验，你通常你会跑到那个他们的农作物的田里面，农田里，所以一定要有轨迹，而且要跟着要会跟着你的轨迹找路走，啊，这里下来，哦，很多岔路，反正。跟着轨迹走，我们是在走这条 ，Go！ 真的要会看路，看轨迹找路，而且走到这边，听到水声了，所以根据判断，瀑布应该在这里了。水声越来越大了，泡子轮瀑布接近当中，有蓝天对路牌啊，看起来就知影。
哦，水啊，瀑布顶头。下骹是茶山古道万家乡。系啊，等坐伫后边行到一条，看路牌吧，那看轨迹吧。Go， 对吗？我们是从这里下来，这里有一条，下去也是左边右边各一条。好看轨迹再说吧。Go， 记录一下。如果你来到一段是这样子的，应该就对了啦。拉绳下，应该就是可以到下面去拍瀑布。好，拉绳下再说。因为需要用两手，就不要再拍了。Go！ 哇，经过一小段湿滑拉绳抖下之后，因为前两天有下雨吧，很湿哦，也是一样哈、哦。原始大家什么鸟巢绝森林，来到世外桃源后自然瀑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看嘛呢，水啦，就逃避啊。刚刚有路可以去瀑顶，我们就不必了。我们安尼就好啊，水环境鸟巢绝森林，看拢是鸟巢绝。哦，更衣室哦，你在瀑布来。冲瀑，瀑布灌顶，水源保护区还有跳亭，不会吧？小池子儿，我们站在瀑布底下，冲瀑。负离子多的地方就会这样啊！够！瀑布旁边有一个换衣服的地方哦，哈，休息区，还有很多很多椅子可以坐。可以让你塑胶椅，要让你去冲瀑，吸收负离子，够回家喽。原来八仔轮瀑布就是叫做四龙瀑布，好啦，所以是我不知道，然后指标上面是写四龙瀑布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山上的那个古道的，不是古道，反正就是步道的指标画图，没有写八仔轮瀑布，也只有写四龙瀑布，哎，我以为没有瀑布嘞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走完了 ，Go！ 谢谢大家。奇怪，我是从这里下来的，但是指标炮子轮步道为什么都是在这里啊？就是它绕一圈哦。哦，因为它如果只走炮子轮步道是要从这里走，从右边去，然后那个瀑布下来，没有可能没有经过那个山上的林家草厝。够。